动全国的惊悚谜团，至今无人能解。成悬案、世田谷灭门案，因为日本的警察那么厉害，但是一点点都没有破解。四个家人都被杀了，很嚣张。透过他的网路订演唱会的票，任何的东西查不到，查不到，查不到，查不到。宝杰看到这一段，他会气死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